喺翻嚟第二節國立大台嘅時間啦，咁呢節講咩咧？呢節咧就想講下 TVB 嘅咁樣。TVB 咧呢幾日咧就有個傳聞啊，即係路有個傳聞就話咧，黃祖藍咧就辭咗職。咁樣咧，黃祖藍就係呢個咁樣嘅首席創意官啊。你知唔知黃祖藍？知。咁樣咧就你知唔知？我以為改圖嚟嗰啲玩食啊林鄭嘅啫，原來真係辭啊！不是現在不是辭，但是之前是一路就傳聞他是辭，不是玩的，就是一個傳聞，傳了很久了，由台慶傳到現在了，這樣，那為什麼呢？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傳呢？就是呢，因為，就好似即係首先就係 TVB 嘅業績啦，TVB 嘅業績就似乎就唔係幾好咁樣啦，咁就唔係事實上係好撚差啦。咁咧就但係其實我解決方案好簡單嘅咁樣，咁我就喺節目講過好多次，就係我即刻就諗到個解決方案，佢馬上就諗到，咁但係就唔希望用呢個解決方案啦，即係對成個行業都唔好。咁係另外亦即係祖藍就主要就係負責做綜藝嘅，佢係創意官就負責做綜藝。咁啊，但係又好似咁耐以嚟就除咗星夢之外，咁星夢都係之前流落嚟噶嘛，其實咁啊變咗就好似冇咩掂嘅作品。咁所以咧就好似就好似就有啲唔係好不得志咁樣啦。咁再加上就係有傳聞咧，就係咧就同珍姐啊、樂亦玲啊咁樣咧，就亦都有啲糾紛，咁啊即係有啲權力鬥爭、山頭主義咁樣。咁啊珍姐之前都同余永山就鬥得好精彩啦，同埋呢個咁樣嘅余永山老公叫咩名？我唔記得咗。同埋呢一個咁嘅杜之克咁樣，咁啊大家都鬥到難分難解咁啊。跟住余永山同阿杜之克就余永山就過咗去有線啦，開電視啦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咧，仲有另一個傳聞就係話阿黃祖藍咧就傾咗阿鐘嘉欣翻嚟就係無線頒獎典禮。咁佢特登係飛翻嚟噶嘛？佢特登機加拿大飛翻嚟，仲要隔離廿一日啊嘛！佢隔離廿特登提早飛翻嚟隔離廿一日出席個頒獎典禮，冚家拎你俾個馬來西亞最受歡迎女主角，佢屌你老味！你真係玩嘢係咪先？你冇理由冇個最佳女主角俾佢噶嘛？咁樣咁好啦，咁啊於是乎咧，跟住咧就咁啊唔開心啦，咁啊跟住未幾阿黃祖藍咧就搞北上發展。就搞北上發展咁樣，咁啊搞北上發展就帶團咁樣，就係上去啦咁樣。阿屌氣威話冇得再 cut， 唔係屌氣威識條春咩？梗係可以 cut 啦，係咪先？咁樣其實即係所以我唔想俾呢個意見啦，係咪先？譬如屌氣威嗰個簡單都可以 cut， 嗰一卡都可以 cut 嘅，有好多人可以 cut， 大把嘢可以 cut， 大量嘅嘢可以 cut 啊 ！TVB 可以 cut 走一千人，對運作完全冇影響。我話俾你聽，而家都仲係會唔會你離開咗咁耐唔同咗啊？仲嚴重係咪？應該可以 cut 千五，我離開你而家之後。唔係最主要，唔係嗰個運作需唔需要咁多人，而係幾多人都可以做到個電視台㗎。其實，唔係當你個數過咗千嘅時候咧，其實係幾多都係可以噶。問題就係、是、我又係再講一次，你睇翻嗰個收支平衡就係、是、你嗰個收視係高咗㗎。你的收視高了，你的廣告費沒有相應地增加，那你的收視高來做什麼？即不是說，即 你說喂 TVB 吸不吸得人，個前提就是說 TVB 吸了人做不做得回這樣的 quality， 問題就是 TVB 不需要做回這樣的 quality 嘛，你做回這樣的 quality 做什麼？你做回這樣的 quality 你 都是差不多而已，你的收益不要說收視，你的收益不跟收視，收視不跟質素，那為什麼 要這麼多人做呢？點解咁多資源做啫？咁樣其實我想講 TVB 做到我哋咁都得噶，你信唔信咧？冇啦！我話俾你聽，嗰個收入唔會低好多，你信唔信咧？你試下試一個季度，你試下試一個季度，啲人專門就係坐喺度講嘢嘅，跟住然之後就買外購劇翻嚟，買狂多大陸劇翻嚟，然之後所有節目都係坐喺度講嘢。你估下嗰個收視同埋嗰個廣告收入會爭幾遠？我肯定爭得唔遠。
我肯定爭得唔遠。咁係誒，但係講翻黃祖藍先咁樣。咁係誒，黃祖藍咧就係、是、即係有多啲咁嘅糾紛啦，各樣嘢啦咁樣。跟住就北上，就北上啦，去撚咗北上。北上咗之後咧，跟住咧就係於是好多傳聞就出嚟啦，咁樣因為帶住啲藝人北上，咪又去參加大陸嘅節目啊嘛，咁樣咁於是乎咧就講咗就係話呢一個咁樣嘅，就係呢一個咁樣嘅話佢會辭職，咁啊辭任啦，咁樣咁啊講到辭層層啦，咁樣咁啊佢嗰記者問佢，佢又冇正面回應喎。跟住咧就問呢一個咁樣嘅許圖啦，許圖又冇正面回應喎，咁樣咁啊，直至講咗幾日咧，終於咧就琴日定前日咧就終於出咗個聲明。琴日就出咗聲明，就 TVB 就出咗聲明咧，就係咧黃祖藍就並沒有離職。喂，我覺得呢個好撚高規格，好撚高規格。即係其實一般嚟講，有個人有冇離職，使乜撚理你啫？咁樣啫，係咪先？咁啊，但係佢就話好撚高規格，就話喂冇離職。咁亦都講到就係 TVB 一向咧都係咧有拓展內地業務嘅，咁啊黃祖藍咧就係翻去咧就係去呢一個咁樣嘅就去嚇就係幫緊佢哋去籌劃啲內地節目嘅製作，咁而家都係製作緊節目嘅咁樣。OK， 咁樣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你阿黑冰喺度講話咩 J2 好多低成本製作接近全滅，唔係啊 ，J2 唔係接近全滅 ，J2 冇得過你攞嚟講嘅。是不是你 J2 從來都沒有收視過的嘛，沒關係的嘛，即是 J2 有沒有收視，還有沒有收視，有收視沒有收視，沒有什麼傳不傳媒的，有收視沒有收視，還有那些這樣的，還有那些這樣的廣告費沒有關係的嘛。那好了，那現在就講回黃祖藍辭不辭職那件事，就是呢其實呢我估計呢其實呢不是辭職，但是呢就是避走。就係、是、避走，咁避走乜嘢咧？就係、是、避走呢一個咁樣嘅人事糾紛，避走人事糾紛。咁而事實上咧，就係、是、去到佢哋呢啲咁嘅位咧，就係、是、咧，因為我都喺個台度做過啦。咁而且嗰、那個台主要嘅人物都冇乜點變啊，我想講，所以我都好了解嗰個風氣同埋嗰個雜氣係點樣嘅咁樣。嗰、那個咧就係、是、咧，你會覺得就係大家互相鬥咧。嗱，呢個就係翻翻去。我最終個結論，我最終個結論就係 TVB 應該點樣營運咧？炒一千人，我話俾你聽，任何情況底下，如果真係真係炒一千人，係，加一千人就會上嚟呢度揾你尋仇。佢唔係，只炒一千人，唔係 Will TV 要請佢啊嘛。哦，係啊，叫嗰一千人去 Will TV， 叫嗰一千人去 Will TV 咁樣。唔係你先將你嗱，你先搞啲嘢出嚟先，你搞啲嘢出嚟就係你揾咗一千出嚟，咁嗰啲要係黃絲嚟嘅。跟住然之後，嗰一千人咧就炒咗佢，然之後咧咁跟然之後成為呢個社會議題。咁跟住因為 Viu TV 係黃噶嘛，咁有一千個黃絲電視從業員出咗嚟，咁 Viu TV 唔請佢哋，咁係咪於理不合啊？係咪？咁所以既然係咁，黃絲係啦，黃嘅 Viu TV 係應該請曬嗰一千人，而只要黃嘅 Viu TV 請多一千人，黃 Viu TV 就會冧噶啦。你仲谂住众筹？梗系 TVB， 唔系你众筹都冇用啊！你众筹完嗰台都系回冧，你无端端请多一千人，你以为个台会好睇咗咩？唔捻回噶，系咪先？你不值无端端多咗，你个台唔会好睇咗噶。但系如果 TVB 少一千人咧，咁样咧，跟住个台就会轻身咗好多啦。嗯，系啦，咁样你甚至乎你俾钱嗰一千人，俾钱嗰一千人叫佢哋去走，然之后叫佢哋自称黄丝，叫佢哋去 Viu TV， 咁就自然会搞冧 Viu TV 噶啦。嗱呢条桥又真系冇捻得顶，冇捻得顶，所以你嗰炒咗一次人唔好上嚟揾我，系去 Viu TV， 去 Viu TV， 咁啊掂噶啦咁样样。Viu TV 冧咗之后都系上嚟揾你。Viu TV 咁 TVB 可能翻山。咁 Viu TV 冧好耐嘅 ，Viu TV 系地产商。翻山跟住又请翻佢嗰一次人咧。Viu TV 系地产商嚟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又唔同嘅咁样。唔係，我想講係因為咧，即係咧，我覺得我估計啊，我估計黃祖藍都係避走嘅。點解避走咧？就係因為咧，因為 TVB 嗰個人事鬥爭咧係好特別嘅。TVB 個人事鬥爭係好但係其實佢係有解決方案，就係、是、你點樣可以解決 TVB 個人事鬥爭咧？就係、是、cut 一千人。你令到你如果你能夠令到 TVB 好撚緊絕嘅話咧？咁嗰個人事鬥爭嘅幅度就會少好多，因為 TVB 嘅人事鬥爭嘅方法咧 ，always 都係用同一個方法，就係、是、令到你做唔到嘢。大家係唔會鬥成績噶喺 TVB。TVB 嘅鬥爭從來都唔係鬥成績噶。TVB 總之 TVB 就係一個怨念嘅，總之怨念嘅集合體。
就係大家其實 TVB 即係我好撚瞭解 TVB， 我係離開咗 TVB 之後，我跟住我就係其實我受唔住 TVB 嗰種咁樣嘅嗰種怨念嘅集合體啦，怨念嘅集嗰種咁樣嘅匯聚啦。你要簽嘢，好啊，唔好意思啊，好好好，因為佢隨時上。啊好，好，去處理行政工作啊！你咪會開窗，大家有嘢買。入理萬機喎，真係做咗個節目簽票幾勁。應該得，應該得。唔好意思，嚇？咦？係喎。好啦，咁樣咧就一陣先講貨金。係啊，咁樣咧就七索500蚊貨金，五安。誒，五安，係。咩啊 ？TVB 咧？因為 TVB 嗰種嘅鬥爭咧，係充滿住怨念嘅。嗰種怨念就係咩咧？就係我唔理我富唔富貴，我最撚緊要你閉翳。哦，我富唔富貴冇問題嘅。總之我啲嘢係唔得噶啦，咁啊一定係唔得噶啦咁樣。喂，我唔得，我都要你都唔得，更唔得。最緊要你唔好睇。係啦，最緊要你唔好睇，最緊要你要人冇人，要機冇機，要廠冇廠。咁我咧？你霸住啲嘢要嚟做咩？你摸你我要嚟做咩？你係咪會好咗？唔係，我都係咁撚窩火噶啦。但係你窩火過我就得啦。最撚緊要係咁撚。都有啲公式。唔係 TV， 唔係啊！我就係想講，我就係頂唔順呢個咁樣嘅怨氣、怨念，於是乎就離開嗰個公司。咁離開公司亦都因為搞社運啦。跟住社運圈一撚樣，冇人想成功噶喺成個社運圈入邊。係喎，搞政治冇人想成功噶，最緊要你撲街啫嘛，係咪先？邊有成功嘅嗰件事？嗰件事就係喺一件事入邊咧，即係咧，我想講喺香港搞電視同喺香港搞政治係一鳩樣噶，冇人會成功嘅。即係首先大家要預設咗一樣嘢，就係話：喂，你做一個成功嘅政治運動啊？呢個世界冇成功嘅政治運動嘅。即係你話：喂，你做咗個政治運動，跟完之後我又做個政治運動同你攣過啊！大家屌你，大家 set agenda 啦，大家比拼啦，拼動員力啦，拼乜嘢？唔係，因為。因為嗰樣嘢就係我哋預設咗一樣嘢，我哋預設咗所有嘅政治運動、所有政治訴求，最後都係失敗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香港有好特殊嘅環境嘅，香港特殊環境就係你搞政治你係實撲街嘅，你嗰個訴求你係唔會成功噶嘛？佢個訴求本身都有問題㗎，通常你嘅訴求就算冇問題，其實佢都唔會容易成，即係你個成功可能性好低先啦，係咪先？你大家都成功可能性好低啊！咁大家都係提出一啲嘢嚟到去，其實根本香港所有政治訴求就係遲能線嚟啫嘛，其實全部都係遲能線訴求。好啦，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有一個訴求係遲嘅，佢聽得唔係喎，因為佢真係得嘅喎咁樣，哇！屌你老母啦，往死裏打咯，冚家拎。我明白，你明唔明啊？我明白，明白。呢個就係香港政治嗰個環境啦。你左人揾食，右魚殺人，父母都係咯。唔係因為原本嗰個中國生態就係你。你提出一樣嘢，你失敗；我提出一樣嘢，我又失敗；你再提出一樣嘢，你又失敗。冇地點。如果佢提出一樣嘢，好似會成功喎。哇！屌佢老母臭閪啦，風冚而上，懟撚咗佢先啦，咁撚樣。好啦，如果冇撚咗呢個，咁啊剩翻三個會失敗，咁點啊？失敗唔撚緊要啊，失敗唔撚緊，睇下邊個失敗得好睇啫嘛。睇下大家失敗嘅理由。失敗解釋係未成功啫。係啦，失敗你可以失敗解釋未成功，你都可以去解釋佢或者係即係佢你嗰個浪漫嘅失敗咪得咯？或者階段性嘅勝利，階段性嘅勝利又得，浪漫嘅失敗又得，係咪啊？跟完之後將嗰個勝同埋敗扭曲佢又得，求其講5-0又得，係咪啊？我哋今日冇輸到咁樣又得，係咪啊？輸嘅唔係我，我哋未贏啫。係啦，輸嘅其實係佢咁樣，係啊，佢輸咗，佢而家表面贏，但係輸咗係民心嗰啲咁，即係諸如此類鳩噏啲嘢。咁其實總之大家都唔會贏噶嘛，咁樣。咁呢個就係嗱政治，大家好明白啦。政治大家明白，做電視係一樣嘅，其實做電視係一樣嘅，做電視係唔會贏嘅，你知唔知啊？即係我而家講緊做電視，唔係講緊韋家輝嗰個年代做電視啊嘛。我哋唔係講緊金國亮嗰個年代，唔係講緊老蕭嗰個年代做電視啊嘛。我做電視嗰個年代。由我開始做電視，我入去做電視嘅年代，電視已經係預設咗唔會贏噶啦。電視贏咩啊？2000年嗰陣就已經唔贏噶啦，何況而家係2022年。你諗下，你諗下佢係唔會，佢根本就冇贏呢個 option 喺度嘅。佢所謂贏係所謂贏嘅意思就係得地。係啦，同埋你即係你係咪都咁過噶啦？嗰啲收視都係咁噶啦，嗰啲咁樣嘅，嗰啲咁樣嘅。嘅廣告費都係咁噶嘛，所以最緊要就係你輸得衰過我，
你輸得樣衰過我就得啦，就得啦。所以我成日都懷疑噶，我經常都懷疑嗰啲成日屌 TVB 嗰啲打手係 TVB 啲人嚟嘅。我是極度思疑的，其實我以前就已經發現這件事了。以前我想說，以前劇集，以前劇集組，即叫做劇集組，以前劇集組分兩條拉，分 A 拉 B 拉的，跟住然之後呢，我呢是會看高登的嘛。我有留意就是有些高登 account 屌 TVB 劇呢，他是屌 A 拉不能屌 B 拉的，你還不是 B 拉的人，我屌你老闆。我懷疑咗呢件事好撚多年噶啦，屌你老尾！高登嘅年代咯，係高登嗰個年代，我已經係咁撚樣懷疑啦。屌你老尾，係唔撚係啊？撲你個街！總之就係大家鬥，總之就係對家衰過你就得啦。嗯，總之對家衰過你就得啦。咁嗰啲對家係咩咧？嗰啲對家就係山頭咯。咁啊即係唔係咁單純分兩條拉啦？即係佢有好多個唔同嘅山頭啦，咁樣有唔同嘅部門。咁跟住然之後。但係嗰樣嘢又係其實係互相合作噶嘛，即係所謂互相合作嘅意思就係話我係要譬如你負責廠嘅，你負責 artist 嘅，我負責 creative 嘅咁樣，咁我 creative 完我都係要用你嘅 artist 啊嘛，我都要用你嘅廠噶嘛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你咪就係唔撚俾人我咯，你唔撚俾人你，唔撚俾廠你，咁你霸住啲廠要嚟做咩啊咁樣？你唔好理搞盤菜宴啦。搞盆菜宴啦！你有時見到 TVB 有時都攞啲廠嚟做啲好撚古怪嘅嘢噶，有時做啲好撚奇怪嘅嘢噶，有時租咗俾人都會噶。點解會咁樣做啊？咁樣冇啊！我想霸住等佢冇得用啫嘛。你唔係為咗啲乜嘢噶？屌你老尾！所以咧，你喺呢啲嘅環境咧，你喺呢啲嘅環境去去做咧，你係陳帥話之前拉咗個話杯葛 TVB 嗰個喺 TVB 度做系啊，之前拉咗嗰个就系喺 TVB 入边做咁样，咪唔捻奇噶，唔捻奇噶，所以我咪我条桥 work 咯。你话 TVB 入边有1000个黄丝，大家信噶，咁样你忽然间炒捻晒出嚟咁样，跟住走捻晒 View TV 咁捻样，你 TVB 就中兴噶啦，TVB 就无端，因为咩情况底下可以禁止到呢啲咁嘅斗争咧？呢啲咁樣嘅互拖後腿嘅鬥爭就係，因為你拖極，一有條界線嘅，你左拖右拖咧，你左拖右拖咧，如果你真係拖冧咗咧，即係大家鬥爭有條界線嘅，我點樣拖到，我唔會拖到你個，我唔會拖到你啲嘢拍唔到嘅，一定有條拉嘅。咁而嗰條拉就係咩咧？嗰條拉就係我只不過係我可能收起啲黃牌，可能收起啲可能我就係要你改啲嘢。我要你改景，我唔俾一廠你，我俾你藉口嚟發爛。係啦，咁但係你其實你係拍到嘅，你係拍到嘅。你總之你就係呢度又爭啲，嗰度又爭啲咁樣啦。跟住出到嚟就係乜撚嘢都唔撚對版嘅咁撚樣。好，咁但係你其實係拍到嘅。所以咧 ，TVB 咧其實咧，你會發覺有樣好撚怪嘅嘢嘅，就係咧，佢講出嚟佢其實用嘅錢唔少嘅，但係其實咧好多資源係嘥鳩咗嘅啫。其實左褪右褪嘥鳩咗，就係因為啲人左鳩住你咯，度度左鳩住你咯咁樣。咁但係咧有條拉嘅就係、是、咧，你要搞到人哋真係開唔撚到咧，咁就唔撚得啦，咁就唔撚得啦。但係好難定義喎，即係所以你搞到公司嘅資源好撚問嗰間公司咪復興咯，你明唔明啊？你 cut 資源 cut撚到屌你老尾小部 cam 就開唔撚到工噶啦。你 cut 撚曬啲嘢佢，屌你老尾！總之有個 PA 病，你行家呢個劇組就冧噶啦。咁誇張？你試下 cut 到咁撚樣，我唔撚信個電視唔撚復興。你個競爭激烈好多嘛，係咪先？你叫佢哋，你只要掹走曬呢啲嘢咧，佢又唔夠膽真係搞冧個製作，又唔夠膽搞冧到佢出唔撚到街。嗯。咁而只要去到咁嘅位咧。TVB 嗰啲人就唔識鬥爭噶啦，你就封，因為佢哋咁多年嚟淨係都係用呢條橋嚟鬥嘅啫嘛。佢哋嗰啲所謂鬥嚟鬥去，淨係得呢條橋嚟鬥嘅啫嘛。你試下搞撚到佢連呢條橋都冇咗，咁點啊而家？咁點啊？咁點啊七姐？咁我哋而家唔通要做好個節目啊？搞翻啲好嘢。咁不如我哋試下拍啲好嘢出嚟啊！成個會靜撚曬，唔撚係啊！拍啲好嘢啊你！我哋成日識搞衰人哋啲嘢喎，要我哋拍啲好嘢出嚟，哇！屌你哋咩頭都凍緊埋啦！嗱，呢個咁撚樣咧，就
咁啊真係成個台改革成功，成個台改革成功啊！嗱，考慮下啦，考慮下啦，係咪先？你啲即係你譬如好似譬如啲左好演員右好演員，呢 TVB 好撚多 artist 啊嘛，你實拍到㗎，係咪先？你一定拍到嘅喎，屌你老尾，你去撚到你去撚到嗰啲噏唔出名嗰啲，你咪拍到咯，嗰啲咁樣，喂，噏唔出名嗰啲都冇，就係得咁多㗎啦，淨係簽咁多人用啦。冇噶啦，咁樣我哋想拍嗰個愛回家個 canteen 去坐啲人喺度，冇噶啦，冇啦，你自己落場啊！係你一係自己落去，一係自己一係就鏡頭，冇噶啦！屌你老母下下都歪縮開，你戇撚鳩，每一場嘅你都歪縮開，邊有咁多嘢擺落嘅？屌你老母自己諗下鏡頭啦，諗下點樣度先得噶分鏡？屌你老母全撚冇咗，屌你老母歪縮又 grand 咁撚樣，乜撚嘢都要拍曬啦，冚家拎黐撚線嘅咁撚樣，嗰啲乜撚嘢都冇，乜撚嘢都冇，屌你老母佢仲要啲景輪諗住嚟用嘅。嗱，個個都係用呢個餐廳搭嚟搭去，屌你老味！你套套戲都係用餐廳，做咩搭嚟搭去啫？套套戲都係嗰個 canteen 啫嘛，屌你老味！唔撚準搭 canteen， 所有 canteen 唔撚準搭，用食飯嗰、那個，用食飯嗰個拍 canteen 做乜你要搭出嚟？已經係成日用食飯噶啦，但係主景唔會用噶嘛。啊，唔係嗰度好撚多噶。唔係啊，佢食飯嗰啲通常喺外邊遇到嗰啲啊。你而家外回家都有個 canteen 噶，我知嗰個係廠景嚟噶，做乜搭出嚟？我知你。已經我已經成鳩日見到佢食食飯就真係喺 TVB 個飯堂食噶啦嘛，用得唔夠多，用得唔夠多，以後唔批所有鏡天餐廳嗰啲景全部唔批，用翻唔準答，唔準答，有真嘅做咩要假要答啊？係啦，有真嘅做咩要答啊？真景全部唔準答，喂你咁撚嘢一定拍到好嘢出嚟，一定拍到好嘢出嚟。你左撚右撚嘛，係咪先？即刻諗，喂，要用鏡頭啊、燈光啊、乜撚嘢啊、塵啲嘢啊咁樣，即刻啲創意出撚曬嚟啊嘛，咁撚樣。你試下咁撚樣啦，試下咁撚樣啦。嗱，電視中興就係咁樣，復興嘅。咁但係電視中興嚟做咩咧？咁多人冇嘢做，嗱呢個就係鬼調嘅問題啦。呢個就係吊鬼之處啊，就係，要電視中興，就要令到一大班人做電視冇得撈先。咁到底中興係為咗乜嘢咧？啲電視個復興係為咗乜嘢咧？咁樣咁啊，大家就呢、這個又係呢、這個又係值得探討嘅話題咁。所以我係所以我覺得係不如都係咁樣鳩鳩流流算啦。咁樣大家喺度掠嚟掠去咁啊幾好咁樣。係啦，喂，咁咧就喂好多貨金喎，1050蚊喎，750蚊，我有550蚊，多謝。750蚊就五安，我有100蚊就係話睇咗藤本樹最新短片未喎。定係我上次節目講過啩？下次拍廣告會炸咗《熱血時報》？咦，我未睇喎，我睇下先。100蚊就係遠離撚人，切忌鳩 like， 跟住100蚊就係打完第二針冇事，叫我咧就代為上香還神。有250蚊就係 Ambrose 啊，就話我見到黃仁達先生會好用力合埋眼，好在冇喊咁樣，喺冇喊都好叻噶啦咁樣。咁啊，有人買 Airtime 問我睇咗《Spice Family》同埋呢個咁嘅孔明美啦。咁啊，頭先第一節講咗啦，呢個就第二節啦。咁啊，第二節到呢度，我哋唞一唞，我哋轉頭咧翻嚟咧第三節嘅。睇完節目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強頻道，訂閱《熱血時報》。